要，因为要拿个100箱嘛。是的。有宽有慢这样的哈，嗯。你这首饰拿了100箱以后，实际效果是怎么样？到时候就拍出来了。可以了，慢一点就好了。这个它不会处理掉打架的吧？对，就是我们要把效果拍出来啊。那这个大概的效果啊，还基本没变嘛。